整得好，漂亮，非常好。嗯，哦呦，漂亮，这个球传的有没有能进？啊！让奥维斯扑出了吴磊的左脚的射门，这个球传的也好。看这一次韩国队的进攻，这叫直塞球，这是单刀球的机会，孙兴民的大门，这球进了，给了1-0。这叫直塞球，提前量给的非常的好，恰到好处，传跑的这个整个的启动的时机掌握的也是非常好，孙兴。